好了，接下来是本文的第四段。那从这一段开始呢，就出现了一个人物叫易史是曰。易史是是谁呢？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一个自称为易史是，他其实就是尝试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讲这个故事，给一个评论。所以呢，他不用自己的名字，然后用了一个类似笔名吧，就是易史是曰。易史是曰：乡人愧愧，憨壮可掬，其见效于世人有矣哉。那个乡人啊，是很糊涂的样子了。心字旁跟情绪表情有关，乡人愧愧就是他很糊涂的意思啊。那个糊涂的乡人，他的样子呢憨壮可掬，那憨后憨我们现在还在用，就是一个傻气的意思。憨壮可掬，那个憨壮就是他的表情很傻，那可以傻到可以用手把那个头捧起来，就强化了他傻的那个样貌。他真的很傻呀。其见笑于世人有矣哉，他被世人所笑是有原因的。在这里呢，要讲一个文言句型，见什么于谁，见什么于谁，其实应该解为被世人所笑。这个见笑于其实是一个被动句的句型，它是一个被动句的句型，所以见笑于世人就是被世人所笑的意思。有矣哉，那这个矣字呢就是原因了，有原因的。然后呢，下一个评语，每见乡中称素风者，每一次呢见到乡里边呢称素风者。素其实就是表示他并没有官位的意思，他是很干净，没有什么官位在身的，但是他又很有钱，叫素风者。良朋其米则弗然，这些有钱的没有官位的人，他没有官位就表示他没有义务去做这个事情，但是他也很有钱，当他没有这个责任或者没有这个义务的时候呢，当朋友来向他讨饭吃的时候，那他就表现很愤怒的样子，则弗然，并且呢就计算着说啊，我给你这些米饭呢，这些呢是几天的东西啊，或者几天能撑着你啊，就是斤斤计较的意思。如果真的是一个慷慨的或者一个是慈善的人，他给多少东西出去，他并没有跟你数了，那这能够够你几天吃，不会这样的，很慷慨的给吧，不够再拿吧。但是这些素风者呢，他就会斤斤计较的说啊，这是能吃多少天，你看着吃啊，别再找我，是这个意思。或有人劝济一危难，犯一穷毒，劝济济就是接济的意思，犯一穷毒，那各位可能会特别留意到穷毒呢，在这里呢就是孤独无依的意思。那犯这个字呢是名词啊，但名词怎么可以当动词用呢？名词当动词用，要么就吃饭，要么就为他人吃饭。所以或劝济一危难，就是啊去帮助那些危难的人，或者是给那些穷毒的人，给他们一口饭吃，就为他们吃饭或者给他们一口饭吃。则又愤然济曰，又来了哈，那又也很愤怒的说啊，这里呢能够你们几个人吃了哈。这两句记下来，是数日之资也，五人十人之十也。其实他就表示出这些人，这些素风者是斤斤计较的人，是斤斤计较的人，他们有能力但他们不做，甚至当他们的父子兄弟面前，他们也会较劲锱铢，他们也会更加斤斤计较。极致淫薄迷心，则倾囊不宁，刀具临颈，则毒命不还。即等到，等到，就是当他，但是 换个头来说，当他淫薄迷心，他赌博就把他迷心迷窍了哈，就是当，但是如果他要比方说去赌博的时候呢，他不会斤斤计较的，他赌博的时候呢是倾囊不吝的。
不吝，我们刚刚知道吝是吝啬或者吝惜的意思。青囊呢，囊是包的意思，囊装的是钱，所以青囊又解释为把钱给出去或者把钱倒出去。则青囊不吝，就是倒钱呢是不会吝啬的，不吝惜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刀具临颈则独命不惶，但当他面对危险的时候，他又独命，就是 拿钱来把他的命给还回来，就以钱赎命或者以钱赌命等等，独命不惶，这些就表示说他跟自己无关的他自己不会花钱，跟自己有关的花钱花的如流水一般，面对旁人斤斤计较，面对自己呢，那些钱是自己的，私心就出来了，那种心态其实是很明显的。这也跟之前的道士他的角色是一样的，诸如此类，正不胜道。诸是多的意思，很多像这一类的人啊，这个世上有很多像这一类的人，正不胜道，就是正是说也说不尽啊。耳这个字呢是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感叹词，在这里两个解法都通的，你这个蠢的乡人，或者哎呀这个蠢的乡人，两个都能解。耳这个字呢可以解你我的你，就是第二人称代词，也可以解为感叹词，哎呀那个蠢的乡人啊，有何足怪。他表现出刚刚这一些的表现出来，市面上都有那么多这类的人，就区区一个乡人，他这样的表现有什么奇怪的呢？有何足以感到奇怪的呢？这里呢就是意识式的评论，就是告诉对方，哦，刚刚一开始的乡人的表那个乡人的表现，他其实是正代表着这个社会的一些人，比他有钱的人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是区区一个卖梨子的乡下人呢？以上就是《重梨》这篇文章的基本的文言分析。